大家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一，一般产假有四个月。二，我的带薪年假有15天。三，最近公司不太忙，我想休个年假。四，经理同意你的休假申请了吗？五，你上周不是已经休过假了吗？六，你怎么又要请假？七，休假之前我会安排好工作的。八，这件事以后再说吧。九，我从网上收集了一些相关资料。十，您明天要在大会上发言。十一，我只有一天的准备时间。十二，经理，我想和您商量一件事。十三，你能替我参加明天的 IT 行业研讨会吗？十四，不要让工作影响了生活。十五，这件事经理不会同意的。十六，销售部本周内要统计好这个月的销售数据。十七，我会尽快把方案发给经理的。十八，互联网公司常常996，九点上班，九点下班，一周工作6天。十九，你们上个季度的工作完成的怎么样？二十，我们已经和客户签了合同了。一般产假有四个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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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带薪年假有十五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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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近公司不太忙，我想休个年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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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经理同意你的休假申请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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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上周不是已经休过假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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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又要请假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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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休假之前我会安排好工作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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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件事以后再说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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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从网上收集了一些相关资料。
我从网上收集了一些相关资料。我从网上收集了一些相关资料。我从网上收集了一些相关资料。您明天要在大会上发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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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只有一天的准备时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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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经理，我想和您商量一件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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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能替我参加明天的 IT 行业研讨会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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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让工作影响了生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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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件事经理不会同意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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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销售部本周内要统计好这个月的销售数据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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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尽快把方案发给经理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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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互联网公司常常996，九点上班，九点下班，一周工作六天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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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上个季度的工作完成的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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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已经和客户签了合同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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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都听懂了吗？谢谢大家。
那我们明天再见吧，拜拜。